欢迎大家收看解惑说频道。所以今天呢是由这个 Halloween 的怪物赞助2019的抽蛋。所以刚才我的大号是抽了卡，抽了，但是一只都没有了。等一下这个影片过上，我放在它后面。然后因为现在我人在公司很不方便，现在是中午的12:08。所以我现在就来偷偷抽蛋，看一下会不会有几率它会跑出来。所以它们的出现几率是 4.4838%。每一个都是100%哦 ，OK 啦 ，So 祝我们好运。然后我的怪物弹珠的位置是够吧？1769应该够。OK， 10年抽 ，Let's go， 12:08。Strike，Shuffle， 感觉这一个限定很难出来这样。OK， 来了来了 ，Yes Yes， 中了一个限定了 ，OK， 还出来这些收什么话？然后 ，OK， 再来20抽 ，Strike Shot。爆死！哇哇，欧洲，第二次。Nice 啊 ，nice，nice。太好了，惨了，这个一破出来，应该很多人会 dislike， 我觉得。OK 了，各位观众，我的抽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各位抽蛋好运，所以我要回去做工了，拜拜。真夏の可愛い剣士たち、お菓子を配りに参りましたよ。俺たちは怪物名コンビ、禁断の科学で悪を切る。これでアリス海賊団の仲間入りね。もう一生ついていきます。やんちゃはおしまい。お眠の時間だよ。眠れ眠れ、皆に安らかなひとときを。安眠はお任せって、世の中悪夢多すぎ。